这表哥在哪的呢？河里的鱼嘞，这都能是野生的鱼嘞。黄蜡丁啊。大小，今天路过我表哥家，然后我表哥给了一点这个黄蜡丁给我呢，是河里面的，野生的，它会叫的，它会有的时候咕咕咕咕的这样叫。 拿尿了，好了，现在准备些炒了。哎呀，<笑>我用这个茶油来炒。炒鱼要配好油啊。嗯，下锅了。走啊。看，这轮得蒸蒸香进去。 再弄呢？现在就焖了。现在我们就将鱼已经放进去了，放两个大蒜子，撒点盐。鱼呢，准备要出锅了，我们撒点葱花放底下。 哇，你看这汤都变成乳白色的了。这个我一顿能吃一锅的汤。起锅了。哇，这汤很漂亮。乳白色，你看。 嗯，准备了。啥？点点？嗯，没有，我来就完。你打完？你打过去了，你点点。啊，嗯，都行。我们，我自己来。你来。要要要。有。买有没？哎，今年年初的时候那种。